Hello， 又是我 Lily 啊！今天想跟你们介绍晴天半岛一个两房套的单位。这个单位可以给你看看几宽，全个远景看完了，这个视野是最有层次的。它的实用面积是625尺，两房套的单位，原装间价，放卖也都放租，不如跟我过来看看。入到嚟咧，我哋先睇下呢个方方正正嘅客厅。佢用紧嘅地板咧，都系发展商原有提供嘅地板嚟嘅。我哋望出去咧，都睇到优美嘅远景，同埋高铁站部分嘅景观啦。主要都系成个远景咧，俾你睇晒，景观好幽静。望翻入嚟单位先。基本上咧都是阔落市正，仲有埋个对流窗同埋个组合柜。如果心水清嘅你咧，一定会问：咦，点解呢个走廊位好似咁矮咁嘅？其实唔系啊，业主好聪明啊，佢好善用啲空间。喺个房间咧，方方正正，都系睇远景。望翻上去先，门口位嗰度佢偷咗走廊一啲位置，攞嚟做储物柜。这个 idea 都不错啊！出翻嚟，我哋再睇埋个主人套房位先。虽然呢个主人套房位咧，佢系钻石质，但系咧，佢睇嘅景观咧系最阔最大嘅。睇下，成个远景俾你睇晒，仲睇埋少少南巴拿海峡，咦，同埋日落添。俾个优美嘅景观吸引住咧，我哋望翻入嚟房间位置啊！呢个主人套房咧，佢整咗一个大衣柜，做到差唔多上顶，仲换咗新嘅冷气机添。同样走廊位佢都偷咗啲位置，攞嚟做储物空间。浴室套厕更加唔使讲啦，都系 standard 嘅。不过今次呢个套厕佢就唔系浴缸啦。它变成一个淋浴的位置，当然浴室都是有窗的啦。出回去 corridor 另一边同样都是有个客厕，都是淋浴位来的。跟你看埋个厨房啊，厨房都是发展商原有的最基本设备。雪柜、洗衣机、橱柜都有齐啦。同样，这个厨房的窗都可以看到部分的原景。如果你对我今集介绍的内容有兴趣，亦都想了解多啲呢个租买盘的情况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啊！亦都希望你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Lily Shom 沈厚利，多谢你支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